有中央图书馆主办的开国六十年大事图鉴展览，今天开始在南海学园中央图书馆阅览室展出。这个展览是采用历史编年史的方式，从辛亥革命、国父就任、临时大总统、蒋总统领导北伐开始，一直到抗战、行宪、戡乱，每一年都有代表的图片，资料很完备。这项图书总展览是把历年来国内出版界出版的书籍几乎都展了出来，一共有30多万册，分别在这个中心的2楼跟3楼展出。这是由新成立的黎明文化服务中心所举办的。它举办书展的目的是在为读者介绍健全的读物，同时也为出版界能够拓展业务。中心强调，他们展览最重要的还是希望对青少年读书求知有所贡献。从这项展览里边，你可以很容易发现你所喜爱的读物是在哪一部分。由国立故宫博物院举办的历代书法特展，今天起在台北外商厅故宫博物院展出一个月。这次展出的是历朝历代名家的法书，比如这张王羲之的《平安和如凤集帖》，一共只有不到100个字的王羲之的真集，但是却盖满了200多方收藏家的图章，可见它的名贵。这次展出的800多张字都是非常名贵的。庆祝建国60年纪念巡回油画展览，今天上午开始在国立历史博物馆展出。展出的内容除了我国邮政90多年以来发行的全部油画之外，还有专题邮票，诸如花鸟、谷物等，将近10000枚。这项巡回展览从今年7月开始，已经在金门、凤山等地展出，台北是最后的一站，到本月18号结束。在台北市区，除了中华商场等商店集中的街道参加花灯展览，在西门闹区的几家百货店也悬挂了很多的花灯，庆祝60年国庆日。其中第一百货公司展览的花灯数目最多，也最精彩。那些花灯有的是走马灯，有的是模拟各种大小动物、昆虫或水果的花灯，吸引了很多市民的兴趣。由国立历史博物馆特别举办的艺术水晶玻璃展览，正是在国立历史博物馆展出。这些作品实际上是比较纯净精细的玻璃，不含一点杂质。经过艺术家的设计，做出各种摆饰，不但能够折射发光，而且光泽滑润，有玉洁晶晶的气氛。据说这是我国第一次做出这样精细的玻璃。